大家好，这里是明争互动演出第二季目标人物会员版节目，我是潜伏在剧组现场的小木。我为大家准备了四种不同风格的精彩内容，在目标日记簿里有许多片场的小秘密，整活后期组准备了超多惊喜，搞的就是你。作为明争系列的衍生节目，烧脑答题就在别看我答案。访谈来了，明星大起底，戏里戏外的他到底有啥不一样？预备，开始。哎哎哎！早知道可以这样，我们就不用挨饿。这太好吃了吧！无事献殷勤，非奸即盗。当你看到这一张任务卡的时候，这怎么办？我想八百年我也想不通啊！想到了。在片场，日子虽然紧张，但也十分刺激。戏中的火眼金睛，在平常生活中其实是个铁憨憨，还会有让他们意想不到的神秘嘉宾在角落忽然出现。精彩内容尽在目标日记簿。早知道可以这样，我们就不用挨饿了。带你走进，预备，开始。早知道这样，好了，好，可以，准备吃饭。肉，好，来，准备，好，蹂躏，预备，开始。早知道可以这样，我们就不用挨饿了。啊，真香！哎呀。牛肉的，牛肉的比较好吃。小白在片场健健身啊，举举哑铃啊，就希望自己还穿着衣服吧。上班族白领有一个地儿就可以练，我两个动作，努力吧。你看，你好好看。哇！你倒了还绷着劲儿呢。倒了还绷着劲儿，没必要，没必要。Oh baby， 搞的就是你。除了拍戏，在搞事路上越走越远的制片大哥，还有导演们为演员们送上了搞事道具，拒绝道具则会收到节目组准备的神秘大礼，接受道具则会嘿嘿嘿。让我们看看他们是如何选择的吧。建哥，下去录个花絮的片段呗。
外面风好大呀、啊。放饭了，我要回去吃饭了，我要回去吃饭了。拦下，拦下。什么呀？我不拿。你是谁呀？我不认识你。无事献殷勤，非奸即盗。你要干嘛去，杰哥？我要回去吃饭了。不可以。我下午还要拍戏，很忙呢。我有个礼物要给你呢。不用了，谢谢你。无事献殷勤，非奸即盗。我准备了很久了。哇哇哇！谢谢。你下次告诉我，你全部告诉我，我可以配合你。奥斯卡罗初代超人，这个是奥斯卡罗，不是雷欧。那小时候，我记得我那个时候刚到苏州，然后我舅舅就送给了我一套奥特曼。我当时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就特别的要面子，我就说不喜欢，然后但是看到他就高兴的就哭了。其实每天奥特曼也就20多分钟，就等那5分钟等他出来，因为很多小朋友都是这样的。挂咸鱼卖掉吗？挂咸鱼卖掉吗？妈妈，哇，这还有一台机器啊？对啊，要录的呀。你以为？要不然那给他为什么摆这么远？哦，我看到那边也有一个，埋伏在草丛里面。那没地方，怕穿怕穿帮嘛。啊，没事没事。给我递这么多东西干什么？你是不是胃不太好，不能吃这个？难吃，难吃。然后这个心肠还蛮好吃的。你不弄点番茄酱上去吗？你要你加番茄酱吗？那你不能吃吧？我可以吃。昨天你那样，你还可以吃。我可以吃。你吃过这块了没？还蛮好吃的。好，好，给你吃，给你吃，好，给你吃，给你吃。不，你要吃番茄酱吗？你就吃一个就够了吧？你别吃了。一年前还是还。我在可能一年前还是两年前吧，当时有一个经纪人姐姐，她跟我，你觉得是不是这个盒子要吓我呀？这什么东西啊？孔在里面。啊，我打不开。啊，那个，她当时问我说：“你可能自己最喜欢一个什么角色嘛？”然后我就自己幻想说：“假如有一个电影，你帮我看，你朝我近，应该开不了。”我这么紧了，你这、这什么东西？我好像看到了。来了，老弟！干
我答案。啊，任务。哦。Hello。机智、勇敢、可爱的目标人物。我觉得说的是我，是我。哦。当你看到这一张任务卡的时候，抢答赛已经正式开始。在接下来的时间内，七期节目七个问题，每期一问，最快说出正确答案者获得八分，第二名五分，第三名三分，其余目标人物不得分。七期累计积分最高者将会赢得一根金条。为了金条冲呀！为了那根金条，我也要迎接挑战。你们来吧，让挑战来得更猛烈一些吧。什么时候打？现在吧。是吗？开始计时。最小的数字是可以任意排列的。最小的数字是多少？1679啊。错。啊？1679。错。那不就是1679吗？错。就不可能是那个一六七九。一七六九。1667嘛。错。1967。错。Oh no。1.679。错。这什么？22。哎，不玩了不玩了，什么呀这是？哦。169啊。哎，错了。可以任意排列的，最小的。它这个数字的原理可以跟像那个花火柴的一样绑的吗？你的想法是对的。就那就可能是左右动。就这个一怎么放都行是吧？就那就可能是左右摆啊。97/6，那个一号做分数线。错。思维是对。我想想啊，有时间限制吗？没有时间限制，但是时间会影响最后的金条。哦。就这个一怎么放都行是吧？对。这是重点。这是重点，那就是负的呗。负。小的话就是要那个数字是最大的。976，负976。错。负的。997。哦，-997。你想到了，-997。负九百九十七。2 hours later. 负的。负的976，负的9761。我这，我放弃了。我太难了。2000 years later. 负的997。33分钟。33分钟，你太笨了吧！算了，别说金条了，那个薯片都与我无关。
恭喜数字排序题比赛的获胜者魏晨，本轮游戏拿到了8分哟，其他人也要好好加油，大家一起来看看他们的金条进度吧。你查出你今天的礼物包啊，零食炸弹，要是都是粉色的就好了，我是粉色男孩。谢谢。又绿又黄，多好看呀，就适合你这种清新的气味。瞎眼。晚安。明星大起底，让我们欢迎这次明星大起底的采访嘉宾，暖心大哥魏晨。Hello， 各位目标人物的粉丝们，大家好，我是魏晨，很开心在这里跟大家见面。汪思睿这个角色，他其实是有两面性的，性格就是比较冷，然后比较酷的感觉。我相信过不了多久，这些人自己就会暴露。多说一句啊。在座的都是有身份的，大家悠着点儿。但是我觉得他内心其实是比较温暖的，他对于郝然的一些关心呀。郝然应该算哥们儿吧，是吧？不算。你脑子是不是有点问题啊？自作自受，不服打我呀。但是他还是用自己的方式跟大家一起去寻找真相嘛。缘分我觉得是从陈歌手开始的，萨老师是演一个岛民嘛，从他是岛民那个时候就开始不断接梗。嗯嗯嗯嗯、啊，他说他是岛民、嗯、我找翻译找了很多年了，小伙子，这个箭是我在外面狩猎的时候被一支箭射中了我的屁股。是你狩猎还是别人狩猎你、啊、我狩猎别人，但是被人狩猎了。我们跟他99个小皇帝联姻，我也是想要为父王出一份力嘛，想出一口气吧，应该是。这里是哈利大魔法学校吗？波特大，不是波特大魔法学校，断句一定要清楚。特别期待他们可以让我们玩出什么新的内容，设计出什么。让人烧脑，但是背后又有着深刻意义的案情。缓解压力的生活方式，其实我们在片场经常在一块打游戏呀、啊。看变化，比如说我们一块举举哑铃啊，健健身啊。有的时候静下来，或者回家自己给自己做一顿饭，我觉得这都是放松的方式。希望大家能够守候在荧幕前去关注这一部目标人物互动剧的拍摄方式，我觉得大家可以跟我们一起推理，然后跟我们一起去探求真相，这是最有意思的一点。粉丝也是非常的高智商，我觉得很多的时候是高出我们玩家的。然后大家能把一个案情都破解吗？其实这是我最关注的，无论是作为魏晨来讲，或者张思睿来讲，我都会在荧幕前面等着你们精彩的弹幕的。为什么超人要穿紧身衣？哇，这也太简单了吧！九人一命升到七级符啊！哇哦，谢谢。Hello。哎呀，为什么？好快的手速，这个我真的很喜欢。如果你不看入标人物的话，我就用棒棒糖敲棒枕头，球迷。